食品所生物资源保存及研究中心，是支撑台湾食品与生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盘。以系统化管理各类生物资源，为全球生物资源中心的重要标杆。收存多样化生物资源，支撑食品与生物产业发展。以生物资源分类鉴定、长期保存技术与资源流通平台为基础，结合传统与前瞻的多项分类鉴定平台，精进各类生物资源鉴定与复合能力，提高微生物价值与安全性评估，收集并提供多样化的生物、细胞、基因等生物资源，强化台湾本土特有生物资源的保存与产业应用，建构丰富的微生物资源库。在细胞资源上，汇聚细胞研发资材，并开发高品质细胞资源，提供学研基础能量，支撑新兴医药发展，提供由 GTP 实验室、细胞制程、库房保存到产品安全性品管之整合服务，率先完成台湾首例真核生物全基因体序列解码，并建立基因数据分析技术，拓展并落实至微生物的安全应用，积极发展分子鉴定技术，协助国内厂商进行稻米品种与基因改造食品之鉴别。生资中心以生物资源的产业应用与价值创造为导向，致力于菌种改良与功能筛选，建制发酵产程与量产技术，以协助多项台湾传统发酵产品现代化，并开发多项特殊功能菌株和新颖性生理活性物质，进而商业化应用于食品、化妆品、医药品及生物肥料等领域，积极整合微生物资材之开发与制程。除了进行前瞻性素材之开发外，已发展配方设计平台，与厂商合作进行研究、技术开发、客制化服务，创造新产品与提升应用价值。生资中心向来以探索生物资源、创造产业价值为愿景，未来将持续提升生物产业发展，并创造产值，促进经济繁荣。